到天儿了啊，见证奇迹了啊！看看啊，到天儿了。咋的？你给拿下来啊？等会儿来。看观众都感觉惊讶了。相当完美。暂停一下吧。暂停一下。时间的关系啊，因为那个清理不完，然后最后录下得了啊。好，下来了，看，溜光溜光的啊，非常完美啊。教练。为什么？行，等会儿的啊。不是你等会儿，我说等我家孩子等会儿。事儿啊。我疼。他这脚气咋不起包了？我在修问去了。啊。对。那你修脚气。刺了吗？马天。没感觉。不怕不刺了吗？脚气要起小白泡，不痒那种。我这咋刺了呢？扎的倒挺深。啊。你怕没水啊？有水的会痒，没水的就是干到底往下掉。对，就是这块硌的，又跑。看看啊，这个，这里面特别深，看看。对，这就不当了，不疼了吧？哎，不疼了。双击666。可以。我操，照相去了。你这逗死我了。这小子去照相去，OK 了 ，OK 啊，这个是大息肉啊，可不小啊。双击加关注666，就这小叉子定金、OK。这不太重啊。你能住吗？嗯，问你啥住？你问你啥手啥手？哎，你好。啊，对，这就对了，这好像扎到底儿，你说扎底儿就。浪费了，但不太大哈。嗯？等会儿，你看那啥呢？等会儿，咱忙着呢，拍视频呢，等会儿。看看啊，这个假的不算太大啊。行，你怎么了？那是 OK 了。轻微的啊，然后他的这个不重啊，就是这一个小台啊，不算太大，但这小台也事儿啊，就顶这里去了，扎到这个位置疼啊，看看，OK， 收啊，666，看看啊，这小夹子出来了 ，OK。啊，嗯。